现在老板现在已经给你看好了，我们现在调个路线，告诉他怎么调，然后把主机，小心，你来考，你来考，你看，缝隙搞好，拿过来看一下怎么样？切得很好，我们切个墙角，看好，重新搞一遍。哪个地方呢？捅到那里打圈圆。后面啊，来。我到。好，西风怎么样？好，西风有吸力是不是？有吸力，好，你小心你的手，那个护道杆平常要多注意调节一下。